各位观众，现在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将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共庆新中国六十华诞。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代表。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各少数民族代表，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海外留学生代表和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以及多年在华工作的外国嘉宾，在天安门现场观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盛大庆典。主持庆祝大会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这一时刻，轰鸣的礼炮响彻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一时刻，轰鸣的礼炮响彻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土地。这一时刻，礼炮的鸣响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跳同频。这一时刻，礼炮的震撼让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热血奔腾。当隆隆的炮声鸣响在和平的天空，我们可以告慰那些用生命铸就新中国的英灵。当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踏步在祥和的广场，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人自尊、自信、自强的宣言高亢嘹亮。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带着鲜烈的期望走向崭新的希望，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曾留下坚实的声响。从1949年到2009年，60年，一个甲子的纪念，新中国的每一年都拥有喜悦变化的景象。为了新中国发愤图强的目标，我们携手同心；为了新中国更加灿烂的明天，我们迈步前进。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五星红旗就是前进的方向。激情澎湃的中国人，始终走在实现远大理想的大路上。
全体肃立，升国旗，唱国歌。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个喜庆而又庄严的时刻，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自豪，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6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60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3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16大以来的党中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进步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而奋斗。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发扬光荣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履行使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再立新功。历史启示我们，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掌握了自己命运、团结起来的人民，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历史伟业。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继续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